现在升的话，咱们从后面往前升吧。这里神纹，玄武神纹，镶嵌一个，加多少战力不知道，但你看这里就加的不多嘛。这个东西加的少，我们先铸灵吧。铸灵我感觉能加很多战力，你看越消耗越多，这个绝对贼费钱。你看，需要普通新闻，普通新闻我直接能开。哦，普通新闻，这个东西最终还是派上用场了，但这个明显不够啊。这个全都搞普通新闻吧。哦，我们今天再加十万是多少钱啊？50块钱给10000，再加500币。好，各位已经加好了，我们把这里的东西买一下，充值会更方便更快一些。好，我们充个9万，现在9万充完，咱们就把那67个，648给他买完啊。这里其实有点亏，像是这些完美的什么新闻云铁，好像都没有见过，现在就差这普通的，我们要普通的新闻，你知道吗？用于神器的铸灵，来，我们购买一下。新闻开第一个，好，结束，我们这里铸灵，好，最大等级再铸这个又满了，感觉还能再升3个角色，升神柱好一点，神柱我们也升，这是最后一个能升满的，另外一个就升不满了，可以看到是一个就加180000的生命啊，看起来还行的，最后这个升不满了，很遗憾。神环就是消耗这里的这些材料去升的，刚才我们开了一些这个材料，我们现在一键升级，还需要赤壁之心，可以开自选的，但是我懒得选了，我觉得这个加的不多吧，他加百分比的爆伤抵抗，增伤百分比，我加 0.5， 哦，这个其实很强啊，这要越战别人，这个很需要好好搞一下的。好，现在我想出来看一眼，我们这个战力现在是多少，现在是 2.6 亿了，所以刚才你别看我弄得那么枯燥，但是加了不少战力的。神器我们暂时告一段落，这边神纹其实能加，但是加的很少，我觉得不太行，忽略，交给号主吧。神杯我们搞搞事情，神杯解锁，只是解锁就没有别的吗？这应该也能加战力，但加的不多，一键升级，这东西就不够了，这是基础刻印，神杯能加很多战力吗？请问一下各位，神杯是在这儿，1.2万，其实我们有25000，这里我们先买个30000个。对吧，神杯刻印自选 ,OK, 有6万。好，这个刻印自选的话不应该选核心刻印吗？一样来一个吗？20万。先一样来一个，别着急。这个也不是很贵的东西。但我觉得这里根本不够拉满。先看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。神杯主要是加战力吗？好奇。是不是往外面越深越厉害？先解锁一下。这20万用了就跟没有用一样。这一键升级。还有 19.9。哇，这全都一键升级，各位，咱全都一键升满，他解锁条件是困难剧情达到多少星，我们困难剧情都没怎么打，其实能加战力那也只是需要等以后才行。哇，拖不出去了，哇，好难受。然后初级生命达到8星，这个初级生命到达时间很简单，这主要是困难剧情要打，我们困难剧情都没有打，完了，第一个条件都好达到啊，这个要点很多，越往后面越多是吧？完了，那我们，我靠，这图那么大，我们如果不打困难副本，这战力解锁不了啊。我们最后再来打这个困难副本吧。我们先弄神阵吧，弄完神阵，我们再去弄神杯。咱们今天能不能升几个东西？我记得昨这个东西我昨天都升完了，抱歉。洗炼不用洗了，这个东西，这神阵我昨天弄完了，不好意思，这神阵我们昨天已经弄完了，这上面的不用管，上面那几个没有解锁的是打副本给的，不着急，融魂是在这里哦。哦，就这个传奇融魂石，这个我们能开好多好多，这个先给它融一下。哇，这个石头我记得很宝贵的，这个就满级了，加了450万，哇，一个角色加450万，哇靠，其实只要3角色满了就行了呀，这个也不是很难，现在需要传奇融魂石，其实升完这3个就够了呀。哇，这里有个5万的，5万才给1500，这个也一般啊，我们先买2个2万尝一下，这不够了，先买一个融魂，就有600个，
好，这个就满了，各位，再加360万，再加500吧，各位，融魂给它拉满，满完应该差不多了，太无敌是吧？稍等一下，现在我们先看这个战力啊，刚升了一下融魂，2.8亿，所以我们今天3亿轻轻松松，4亿，稍等一下，我觉得4亿好好做应该也可以到，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做，刚才抽了90万的红钻，从590万抽到了500万。剩下的我觉得咱别搞了，刚才只有个200-300个红色的那个什么东西，现在看一下有没有抽到很多。我们看这融魂啊，第二角色还可以再融哦，你看就1500了。哦，但是这个需要买啊，这个抽不出来，无间这个融魂石得要买，我们还是得要花钱。你看这里10000-20000，买个20000应该就差不多了，20000再加10000我觉得应该够。不信我们试试看啊，这儿这个币已经加好了，再买个这个。这样的话，这游戏就是预算120万了。这游戏啥都缺，有钱啥都不缺。你说的对。好，现在开始融魂，这应该可以融完。好，满级了，最后一个再融一下。好，刚好剩500个，咱们没有多充钱啊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融魂完之后的战力是多少。好，2.8亿，这个有点少，比不了这神器。这神器加的是真的多啊。下面角色这里有个附灵啊，我忘记把这上来了，弄上来一下，看雷炮，一个加38万啊。这个就是加百分比的攻击加60，防御加60，这些只要是 GM 的都加一样的，都是加60%，所以这个还是很好加的。哦，这怎么才加30%？它星级比较低好像。哇，这个星级比较低，把这星级升上去应该还能再加很多战力。这边我们先给它升一下，你看这是60，减伤的话搞个星级高一点的。哦，这个好像减伤就比较少，一键附灵是吧？哦，这边弄完了，然后守护灵再弄一下，附灵这边也能搞，这能一键附灵吗？哦，一键附灵，抱歉抱歉，没有看到，眼睛瞎了，一键附灵加了个，可能加了100万吧。哦，这灵海也是解锁的，这个能加很多东西吧？你看这境界 ，PVP 每层境界差5%的增减伤，然后神珠我们也能升。稍等一下，神珠之前是因为金币不够。哦，这个神物之灵，神珠这个也需要开，这个也能加不少战力啊。哦，还有事情做，各位，这边把这个珠子全都买光吧。好，代币应该可以的，只不过刚刚代币花完了，不好意思，搞下这个，这样快一些，先充个10000，这好像多充了2000，没关系，充就充了，而且钱都是要用来花的啊。这个果然是只能这样买，是有点烦人。好，这里出 bug 了，我这里刚刚点快了，所以他这已经买完了，但他这里显示还有一个，现在咱们就可以去升了啊。雷龙升一级两级，再升这里的烛龙，这就是给雷组去升级，直接点满吧。我们现在有6.8亿的金币啊，这个金币现在根本花不完了，都没有搞神魂是吧？好的，哦，一天只能升一个，买完那么多啊，升到95，差不多只升了一个。林海，现在我们想升一下啊，就是这个境界需要升一下，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天元丹，我们去看看哪个东西是给天元丹啊。养成礼包，天元丹只给800个，但这有点贵啊，6480才给800个，这个有点贵的，先买三个长生仙吧，一个6480是32块，买5个吧。好，看一下这个东西能加多少战力啊？啊，什么鬼？等活境界养成未达到50%，无法提升境界，尼玛白买了。所以你们要知道我这个坑的话，你们就别搞，好吧？以后应该能解锁，就是我们这个等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但这边东西都弄完了，这里我就想打造一个彩色的火王传说手，这边锻造一下。好，这东西已经没有这个锻造石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眼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替换了。火王传说手，哦，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，各位，终于出来了，现在就可以给他经验附魔，一键经验拉满，怎么才67啊？不是他，哎呀，这只到67不行啊，不行，咱得要去买点经验这个东西，升到100才行。好，最后的最后就是把这里的强化一下，一键添加。哦，这个能加很多，哇，一个加30万，这很爽啊，这太爽了。368，一个加200万，三个就加600万，这个很强啊。谢谢各位的提醒，昨天是懒得弄，他们说这个东西不重要，但是今天要搞一下这个战力，所以今天都搞满啊。谢谢各位的支持和提醒，原谅我这个眼睛瞎的老人。完了，哎哦，有的有的有的，我还说钱不够了，有的有的，刚没点上而已啊，我还说呢，
怎么六亿一下就花完了？还差最后一决策。好，今天的这材料是在商店里买下，这边全部剩完，我们先看一眼战力啊，3亿了，3.1，其实只差1.3，并不多。